你最好呢，就是说找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因为呢，或者找一个包括啊，或者家具吧。固定的东西的话，你说你去到美国的父母亲好了，你还要跟他去联系吗？因为像那个，那我们家好多都不贵的呀，你怎么固定的？我看这家具什么样的。它是旋转的那种旋转的那种没有必要，你我那些。